原标题：为何日本有那么多女学生？原教 No.524 日本原教，作者小蔡，编辑冷小军，出品冷热军师。是作为亚洲最发达国家的日本，可能拥有全世界最严重的女学生原教问题。根据统计，有大约15%的日本女学生从事过原教活动。那么为何会有这么多日本女学生从事援交呢？日本悠久的性文化，相比起亚洲其他国家，日本拥有比较优厚的性文化，这是日本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所致。日本在古代奉行封建主义，以武士作为骨干的精英阶层，这跟其他汉文化国家的结构